号斗罗狠起来，连自己的师傅都不放过。就在昨晚，小黄一身御姐打扮做客小杨哥直播间，没想到在短短几分钟内直播被封好几次，这让小杨哥怀疑人生。我一开播，你们打字要小王，要小王来，还能来吗？来一次封一次，上次来封了三四次啊，不能来呀、啊，兄弟们，今天刚来还没两分钟啊，我又扣了你两五分。随后在带货完图兰朵男士内裤后，小黄又差点因为一句话再次把直播间干没了。这个是图兰朵的冰丝内裤啊，我们做内裤已经做了十多年了，线下300家实体店。它这个晴纹是石墨烯的一个材料，它可以单向导湿，时刻保持我们肌肤的一个干爽。我们这个面料它是非常的高弹的，我们不管是从90斤还是到200斤都是可以穿的。那是设计那种宽的边，对，不勒，不要贴合。我要是骗你，我都是畜生。我现在穿的都是这种内裤，这个面料，你看。网状很冰冰凉凉的，看它的透气性到底好不好？七件加14层啊！咦，这可以啊，瞬间就是气就冒出来了。你有病！老妹儿，你这一条多少钱？49一条。49，今天小杨哥99块钱，七条，每一条都是独立包装，你拿回去可以试用。如果你感觉不行，把这个全退了。穿过了不用退了，剩下6条退掉。小杨哥打下来的价格真的太给力，99到手7条男士冰丝无痕内裤，还可以试用其中一条，有需要的可以安排上。兄弟们，以后去小黄直播间就打2个4个字，封号斗罗。以后别叫小黄了，你们就叫他蜂王，他就是马蜂窝里面的蜂王。盘点小杨哥邀请过的各位明星，你都认识哪些？最后一位还没邀请，网友就直呼不可能。还记得春天在哪里呀？春天在哪里？春天呢？真像啊！啊，真的必须像，原版的真像，什么叫真像？戴什么？打打低头低头，然后打头。对，好家伙，对不对？是掏下来吗？啊，不是偷，是打头。可以吗？还可以吗？等等等等，弟兄们，上面抹的是肉松。哎，那你也吃啊？好不好吃这个？肉松就是超市称10个就要40多块钱。没事，看你看你那肉松，还有一层乳酪、啊，就是我们的也是小鸭子的，29.9，13到14包，700克上称。这个超市买的大概也就40多块钱。长春太好啊！我们就这边做了，也就是便宜了10几块钱吧。周杰伦，放心吧，兄弟们啊！你答应兄弟们要请周董啊！答应。啊，这太难了，我的妈！那兄弟们这个说的话，我必须得做到呀！你可真有点难搞哎！难搞我得搞呀，兄弟们！孩子有出息，老子就跟着沾光。就在昨晚，小杨哥把杨爸的偶像请到了直播间。没事，行，你坐。他就过来看一下，一坐就过来看了，看过了没？别吓，别吓着了吧？来给你看看来，你看没事。这是什么造型？好去吧，太可爱了。可以了，可以了，不是人造人，都不需要造人。这不围绕吗？你能立起来？别翻车。没事，你弄，没事，不用爬。小一点啊，小一点。你看我的，哎，你瞅瞅，你这20斤啊，你看这没事。拉垃圾，提垃圾下楼啊，不用担心漏在这个电梯里面了。你说谁家的垃圾袋能装20斤？而且这个垃圾袋很大，好东西啊，用得起用得起。他们都会说便宜没好货，但是我今天这个东西就是又便宜又好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不需要中间商呀，我不需要代理商，我不需要宣传，不需要代言，不需要广告费，是不是都省下来了？把这些钱省下来的用在做成本。我包了邮之后的价格是9.9块，9.9块，拿我手机去，太划算了。大家一直好奇天琪的女朋友长什么样，今天小杨哥只是简单描述了一下，兄弟们就按耐不住想见见了。那媳妇来了，告诉你啊，你媳妇来了，媳妇这两天。你媳妇来了，你媳妇来了之后去你这边玩玩。你媳妇来了之后我去你这边玩玩，没问题吧？没问题，肯定没问题。媳妇来，关于媳妇，这媳妇跟你有什么关系？我想去。滚！天琪，你媳妇多高？媳妇跟我一般高。1.68米，1.68米，怪不得上次穿高跟鞋1.7米。我的妈，穿个黑丝那腿那么长，我的妈，你这怎么搞这样的？现在不也没用啊，兄弟们，天琪女朋友，我的妈，一站那腿，
真的，我都没见过。穿个袜子从门口一走啊，我跟你说啊，这鬼哥看到了，立马就把那袜子给撕了。你别操，你别操。那个他女朋友很漂亮是吗？美丽，他刮胡子吧？你今天晚上等着吧，兄弟们，你刮胡子。这个就叫专业。我给你表演一个才艺，好吧？你咋看过？我不咋洗头。没看过。我洗头只打一个温柔。我准备洗头了，我给你洗。把那个门锁一下啊！没啥锁。我只要一洗头，我这个底下员工都马上来。门是为了就是。你素质的，要不然我公司我是不是可以洗头很舒服？我洗头怎么样？我师傅洗头，我跟你讲，那洗头要几千块。月哥哥送一点。我洗头全天几多少路啦？我的心，要开气。哎呦，我屁股狗湿了。坐好。这个能不能下来一下？真正的手法是在我的手。我那个是还是这样？去去去，骑车下楼。按摩。来，给我来。